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幸感染了公主病怎么办？首先，你需要以毒攻毒型心理疗法。若即若离，忽远忽近，专治各类公主癌。什么情况？我才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好吗？我连句台词还没说呢。其次，你得擅长穴位刺激疗法，摸头、搂肩、揉腿、萌爱偶像剧《亲爱的公主病》。我知道你迷恋我很久了，但是你别乱来，我会答